萨尔浒之战的失败，对于腐朽的明王朝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明朝京师在萨尔浒大败消息的笼罩之下，举朝震惊，陷入了一片埋怨和混乱之中。一度振作的万历皇帝再一次没有声息。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带领群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万历皇帝上朝理事，商议对策。躲在深宫的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借口身体有恙，既不上殿理政，也不召见群臣。明朝政府已经彻底成了一具断头的僵尸。萨尔浒大败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明廷迟迟拿不出拯救辽东危局的有力决策。善于把握时机的努尔哈赤乘胜向明朝发动了新的进攻。六月，后金攻占开原，夺城之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进行了三天的屠杀和掠夺，城中的明军以及无辜的百姓共七万余人被杀。七月，努尔哈赤率五万大军又攻取了辽北重镇铁岭，一万多明朝军民死在了后金兵的屠刀之下。努尔哈赤从对明宣战到夺取抚顺、开原、铁岭，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明朝辽东形势急转直下，明朝苦心经营上百年的辽东军备边防已是一派残破凋敝。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下，明廷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名叫熊廷弼的文官身上。熊廷弼是督察院的御史，做事雷厉风行，刚直不阿，虽是文官出身，却懂兵书战略，善谋略决断。十多年前，熊廷弼曾作为御史巡按辽东，是当时明廷为数不多的有胆有识又熟悉辽事的官员。熊廷弼赴任之后，号令严肃，雷厉风行，整顿了濒于溃散状态的军队，稳定了军心民心。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辽东边防大为改观，形势焕然一新。说在他经营的这个一年多时间后呢，这个结果以后呢，军事大败，就在那个明朝失败的形势下，很出于理智情况呢，又重新稳住了，稳住这个辽东的形势，又重新把军事上的占领调整呢，调整的比较好。所以努尔哈赤的话呢，也有点担心，有点担心。所以后努尔哈赤没进攻，固然他要积蓄力量，准备另外打的更大的这个一个恶战，就辽阳之战、沈阳之战。但另一方面呢，熊廷弼在这精心布防，一样的心里感到这个担心，所以他就放缓了，没有将进这个放缓了那个进攻。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努尔哈赤原定的进攻计划。经过与贝勒大臣的商议，努尔哈赤决意挥军北进，向叶赫发起最后一击，以彻底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1619年8月，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征讨自己的宿敌叶赫。大军出征之时，努尔哈赤发出誓言，此举如不克平叶赫，吾必不反国也。失去明军的依靠和援助，势单力孤的叶赫在八旗大军的猛攻下很快就被攻陷。叶赫贝勒金台石是孟古的哥哥，皇太极的亲舅舅，
因为没有得到努尔哈赤不杀的承诺，万般无奈之下举火自焚。据说金台石临死前用最后一口气在烈焰中发出惨烈声音，宣布了他复仇的诅咒。叶赫部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也一定要向努尔哈赤的子孙复仇。后来叶赫那拉慈禧垂帘听政，把大清帝国引向了末路。有人认为这就是咒语的应验。从1593年古勒山大战开始，努尔哈赤远交近攻，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就像伐树一样，耐心而沉着地一斧一斧地砍，一颗一颗地伐，最终将东北女真中最有实力的护伦四部全部吞灭。至此，经过30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几乎把东北所有的女真部落纳入到自己的旗下，完成了对女真的统一。史书记载，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1620年七月，统治明朝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突然驾崩。新继位的光宗朱常洛刚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吃了大臣李可灼奉上的红丸，死在乾清宫。这就是明朝有名的红丸案。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登基，年号天启。光宗暴死，熹宗出力，明廷党争愈发的激烈。熊廷弼因性格刚直，不媚权贵，成为党争中的被攻击者和牺牲品，不久就被免职。明廷自毁长城，努尔哈赤适时地发起了辽沈攻势。1621年的三月，辽沈大地还没有从冰封雪冻中复苏，后金八旗的铁骑打破了雪野的寂静。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力，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向沈阳城发起了进攻。面对城高沟深的沈阳城，努尔哈赤再次采用了他一贯的攻城策略。一方面，他派出大量间谍提前混入城中，伺机而动；另一方面，用少谷部队在城下引诱城中的明军出战。沈阳守将贺世贤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仅带了1000名家丁出城迎战，在后金绝对优势兵力的包围下，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贺世贤被乱箭射死。此时混入城内的后金谍工趁机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八旗兵一拥而入，号称坚城的沈阳一天之内就被后金攻陷，城内7万多明朝军民被杀。继开元铁岭之后，沈阳城尸海遍地，变成了又一座人间地狱。沈阳一战的胜利让努尔哈赤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仅仅在沈阳驻扎5天之后，努尔哈赤召集贝勒大臣，对他们说，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辽阳是明朝关外最大的重镇，城内人口众多，街道繁华，
是明朝统治辽东乃至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接任熊廷弼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在沈阳失陷之后，紧急收缩兵力，准备在辽阳与后金决一死战。在兵力上，明军13万对后金的8万。不过，在更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帅谋略和军队士气上，袁应泰和他的辽东部队显然无法与努尔哈赤和八旗军相比。辽阳之战首先在辽阳城下展开，轻率寡谋的袁应泰觉得自己兵力上占有优势，派朱万良、江弼等5位总兵率50000名军，依托着火器、重炮，背靠着护城河，在城外摆开了阵势。面对兵员众多的明军和威力巨大的火器，勇猛善战的八旗军也不禁有些动摇。关键时刻，努尔哈赤说道：“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说完，努尔哈赤带领自己的2黄旗士兵率先冲向了明军。后金韩的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斗志，八旗铁骑洪流一般向明军的阵地冲去。在这场没有丝毫取巧余地的硬碰硬的对决中，善于野战的八旗大军再一次显示了他锐利而强悍的攻击力。第一天的城外大战，后金兵大获全胜。第二天，后金兵开始攻城，激烈的攻防战从白天一直持续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了天亮。第三天，八旗兵发起了总攻，明军进行着殊死的抵抗。在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努尔哈赤的叠攻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有两个办法，一是扮作明朝的哈百姓，百姓后呢商人呢百姓哈早就混进城里去了。第二后呢，他通过收买城内的一些人哈来为他服务，那就等战争一旦打响的时候呢，他做内应，来这边就是刚才我这里先上前面讲一样，放火啦，烂喊啦。是当时这个搞，用现实话搞得恐怖，搞得恐怖，我就是城内就惊慌。说这样话呢，以后呢，经过一场激战，然后把辽阳城里应外合，把辽阳打下来。正在城上指挥作战的袁应泰，看见城楼火光冲天，知道大势已去。这位统帅辽东的明军将领做了最后的选择，在辽阳城东北角的镇远楼，袁应泰和妻子奴仆一起自焚而死。努尔哈赤作为胜利者进入被明朝统治了2.5世纪的辽阳古城。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明朝的关外重镇辽阳。一向喜欢谈论天命的努尔哈赤认为，辽阳是上天赐予他的福地。进占辽阳不到1个月，迫不及待的后金韩就命令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不久，努尔哈赤又下令在太子河北岸建筑新城，这座新城被命名为东京城，成为后金新的都城。一个渔猎部落终于将自己的王朝梦想扩展到了平原地带，从此辽沈大地成为后金的国土，辽沈的百姓也成了后金的国人。努尔哈赤成为了这一切的最高主宰者，
志得意满的他在东京城用金樽美酒犒赏与他一起打天下的贝勒大臣和将士们，说把这个梁阳城拿下了，咱们就是东北整个操控在手中。随后呢，这个他打下来后呢，这个是努尔哈赤传系，就是梁以南的梁以南后呢七十余城传系而定，就发个布告给带个信儿，就马上就投降。辽沈大捷之后，一个新的战场摆在了努尔哈赤的面前，那就是旷野千里的辽西。一旦攻占辽西，后金的八旗铁骑就可以长驱直入，濒临山海关，直逼北京城。辽西的军事要处是广宁，广宁即今天辽宁的北镇，它南临大海，西靠锦州，直通山海关。因地处辽河河东与河西的要冲，自明朝开国以来，广宁就是辽东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重镇。沈阳、辽阳接连失陷，明朝举国震惊，大有大厦将倾之感。朝廷上下惶然无计之时，想起了正在老家武昌赋闲的熊廷弼，于是在连续数道圣旨的催促下，熊廷弼赴京就任，再次被委以辽东经略的重任，紧急赶赴关外稳定局势。不过满腹韬略的熊廷弼与当时掌握着实际兵马大权的广宁巡抚王化贞，在辽西的攻守方略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熊廷弼有心御敌，却无兵可调，徒患奈何。1622年，努尔哈赤趁明军攻守无定策，守辽将士无所适从，人心惶惶之时，亲自统兵攻打广宁。军心的涣散，策略的失当，加上王化贞副将孙德公的暗中投降，仅仅五天，重镇广宁就轻易地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广宁之败的首要责任者王化贞，因受到阉党集团的庇护而逃脱罪责，文韬武略、忠心耿耿的熊廷弼成了替罪羊，被逮捕下狱。不久就被天启皇帝处以极刑，并弃尸荒野，传首九边。明朝自断臂膀，替努尔哈赤去除了一个强敌。广宁的丢失意味着明朝完全失去了对辽东的统治，广阔的辽河流域几乎完全纳入了后金的版图，努尔哈赤也达到了他40年戎马生涯的顶峰。但是如何统治和治理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区，却成为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广宁之后，忙于平息矛盾、整顿秩序的努尔哈赤再没有向明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明宣战以来，黄标一般势如破竹的八旗大军停下了脚步，后金与明朝的战争进入了暂时的停歇状态。夺取辽沈使努尔哈赤登上了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胜利会腐蚀聪明，权力会冲昏头脑，军事上的巨大胜利突然之间拥有的大片土地、城镇和众多人口，让从山乡僻壤出来的女真人既兴奋又紧张。在深深的猜疑和恐惧之中，曾经作为明朝民族压迫政策反抗者的努尔哈赤，又对辽东广大的汉人实施起了民族压迫政策。占领辽沈之后，
女真人肆意强占汉人的田地和财物。出于对汉人的不放心，努尔哈赤还命令女真人与汉人合时同居，以便于对汉人的监视和控制。这一变相侵占剥削汉人田宅、财产和劳动的做法，使女真人与汉人本就强烈的矛盾更加激化。辽沈大地上，汉人纷纷逃亡，武装反抗此起彼伏。再有一个是，除了逃亡、武装反抗以外呢，投毒。投毒相当一部分人，你知道吗？那没办法，在那个牲畜圈里边放毒药，努尔哈赤战马被毒死了，往水井里放毒药，就女真人喝水死了，说努尔哈赤多次下令，所有汉人给的东西不能吃，是汉人卖的东西不能吃，汉人家里不能去到家里去做客去串门去，那个。另外单独甚至最后不断地发生这个情况，有单独行动走在外头被杀了。文努尔哈赤问他是单独行动带没带武器，说没带武器，下令必须得是人带武器，不能单独行动，一旦有不带武器单独行动死了的话，那个不给抚恤。所以这就是整个辽沈的地方非常紧张。辽沈汉人持续不断的反抗，激怒了疲于应付的努尔哈赤，肉体消灭成为最后的办法。于是一场残暴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辽沈大地一片血雨腥风。清朝的官修史书《满文老档》真实地记载了这次大屠杀。这次屠杀杀很多人，那皇太极时期也说了，自此贤良诸生皆被杀绝，那个贩子读书人几乎都杀了。因为其他很多族人有迹象，努尔哈赤说了，这个杀无辜之人他杀，那个独身的人他杀，有钱的人他也杀，就是有利为乱者，凡是有钱有资产的人，或者有资产的人呢是有能力作乱，这人的话不可靠，要杀掉。再有些努尔哈赤让大家去甄别去，下令很多八旗的官员出去甄别，甄别你认为哪些人不可靠。那个就是贩子看着认为不可靠的人，不值得存留的人也杀掉。说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一个有名，这就是辽沈大屠杀。这个屠杀相当多。那个这杀完之后，辽沈几乎空了。然而，努尔哈赤的血腥屠杀，除了激起汉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外，更让许多曾经对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抱有幻想的明朝百姓醒悟，他们认识到努尔哈赤并不比明朝的皇帝好到哪儿去，要想免遭八旗铁骑的欺凌蹂躏，只有拼死抵抗。一向英明勇武的后金汗，在辽阳这块他自认为的天赐之地被折磨得心力憔悴，于是努尔哈赤想到了迁都。1625年3月，在辽阳东京城仅仅居住了4年，努尔哈赤突然向贝勒大臣们宣布了一个想法，他要把都城迁往当时仅仅是辽阳一个卫城的沈阳。此时规划庞大的东京城正在建造之中，尽管部属们对频繁的迁都有些意见，但韩王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3天之后，努尔哈赤和他的部属以及家眷就搬到了沈阳。